貂蝉，四大美人之一，三国中的第一美女，在戏台上的表演也是羞花闭月。虽然她有名有姓，可历史上却是查无此人。貂蝉墓就成为了世人的不解之谜。然而，这样的人物又是从何而来？她最终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三国里的第一美女是谁？还用问吗？那当然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貂蝉。可是貂蝉真的存在吗？四大美人中的貂蝉也许是查无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貂蝉这个名字就特别能够惹人怀疑。要知道，貂蝉可不像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因为它在古代是一种帽子的名称。什么是貂蝉？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出现的一种貂蝉冠。所谓的貂蝉冠是汉朝时期高官的一种帽子的形制，因为它在上面有蝉的形象以及一撮貂毛，所以被称为貂和蝉的貂蝉冠。在我们中国的古诗文当中，经常用貂来借代各种的高官。比如说左思有一首很著名的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金章及旧业，七滴业尔汉貂，讲的就是金家和张家这两大家族因为仗着祖宗的基业，七代代代做高官。他在这里就用尔汉貂，也就是插着貂毛的帽子，来说明他们家族代代做官。而我们成语中也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叫做狗尾续貂。现在狗尾续貂往往都是拿来形容文艺作品，也许它的续集不如第一部，或者结尾不如过去好，往往称为狗尾续貂。可是要知道，狗尾续貂最初也是与貂蝉冠相关的。当时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司马伦的人，他官封赵王，是皇帝的叔父。他为了延揽人才，刁买人心，到处滥发官职，以至于当时连貂毛都不够用了，因为这个帽子太多了，怎么办？拿狗尾巴来代替，狗尾续貂由此而来。可见在汉朝一直到魏晋时期，貂一直都是貂蝉冠的重要配饰，蝉合在一起，那貂蝉就是高官的帽子。请问一个关于官帽的名词，怎么会变成美女的名字呢？明显的，这就不是一个真人的名字啊。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的揣测，也许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貂蝉这么一个人。这是不是很颠覆我们的认识？原来中国四大美人中的貂蝉是查无此人的，那么貂蝉又是从何而来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貂蝉形象来自于《三国演义》。其实在《三国演义》之前，有三条线索能够让我们看到貂蝉是谁。首先就是吕布的妻子，在《三国志》中关于吕布的妻子有过两次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到吕布原来是很爱这个老婆的，很听这个老婆的话。第一次的故事发生在吕布的部将郝萌叛乱时期，当时仓促之间，吕布只知道有人叛乱了，不知道叛乱的是谁。一着急，你们猜吕布怎么做？直接拉着自己的老婆从厕所里逃跑了，逃到他的部将高顺的大营当中。你想，在千军万马之际，变身昼夜之间，吕布要逃命，他的第一反应是拉着老婆一起逃。在历史记载中，这位妇人当时啊，就是外套也没穿，帽子也没戴，完全是披头散发的跟着吕布一起逃命。我们回头设想一下，在三国故事中有那么多的人物都曾经在变身不测之际把老婆扔下来不管，可是吕布逃命的时候是拽着老婆一起逃，说明吕布真的是很爱自己这个妻子啊。而另外一次是在曹操兵攻吕布的徐州的时候，当时吕布的部将曾经给他出过一个主意，就是由吕布的手下陈宫和高顺两个人守卫徐州城，而
吕布自己带着一骑人马去偷袭曹操。本来此计若成的话，也许后面就没有白门楼吕布丧命的故事了。可是吕布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他的老婆却表现得非常的忧心，就说了，要知道陈宫和高顺素来两人文武不合呀，你把徐州城交给他们，你放心吗？他们俩会诚心诚意的为你守城到最后一刻吗？要知道我可是在城里啊，一旦城破了，你在外面倒没什么，可是如果城破了我怎么办？将军啊，你还是别出去了，我们别用这条计了。吕布还真是听了他老婆的话，左右为难，最后居然没有用这条奇计，最终导致了自己身死兵败的下场。可见吕布对这位妻子那是恩爱有加，言听计从。由此人们想象，他的这位老婆一定非常的美丽，夫妻之间的感情一定非常好，否则怎么能够左右吕布的命运呢？这个正史中吕布妻子就成了貂蝉的第一条线索。我们在《三国演义》的故事当中反复看到吕布似乎很听貂蝉的话，从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点痕迹。而他的第二条线索也来自《三国志》。《三国志》中有一个记载，就是当年的吕布还是董卓的手下的时候啊，与董卓的一个侍婢两个人私通有染，吕布就会很紧张，他怕董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找自己的麻烦。正因为吕布与董卓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嫌隙，才被司徒王允有机可乘来拉拢吕布，最终谋杀了董卓。在《三国志》中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次董卓和吕布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嫌隙，董卓一下子怒从心头起，随手拿起了一个短戟向吕布扔去，要不是吕布躲得快，可能就直接被董卓一戟贯穿。所以吕布也对董卓充满了怨恨，在《三国演义》中就把这两个故事给捏合在了一起，我们就看到了直到现在戏曲舞台上还在演出的《凤仪亭》。马身吕布小齿身，我爱妻灭人伦，灭人伦，怒气冲天难消恨呐、啊！方天画戟丧残生，好才智，还是王侯为了活事啊。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取《凤仪亭》又名《董卓制戟》，讲的就是吕布因为与貂蝉两个人在一起谈情说爱，被董卓看见了，董卓当时就吃了醋了，随手拿出了一个戟去扔向吕布。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故事里，就把董卓用戟来治吕布和吕布与董卓的侍妾两个人私通的两个故事捏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貂蝉的第二个形象。但是貂蝉的形象丰满起来，还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前的另外一部小说，叫做《三国志平话》。
三国志平话是当时根据宋元时代民间艺人的说唱文学的底本而编撰形成的，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为后来的罗贯中提供了很多素材。在三国志平话里，貂蝉有名有姓，她姓任，名叫任鸿昌，本来只是一个贫家少女，因为长得非常的美貌，被汉灵帝选入了宫廷当宫女。在宫里她管什么？就只管貂蝉冠，所以貂蝉就成了他的小名。后来汉灵帝把这位执掌貂蝉冠的宫女赏赐给了丁原，而丁原当时正是吕布的义父啊，于是丁原就做主把貂蝉嫁给了吕布，貂蝉就成了吕布的原配妻子。可是后来后汉时期实在是战乱频繁，在战乱当中，吕布和貂蝉两人就失散了，貂蝉辗转流落到了司徒王允家，成为王允家的一个婢女。直到吕布成为董卓的战将重新出现的时候，王允对吕布十分的忌惮，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府中还藏着吕布的原配妻子。当他知道任鸿昌的所有命运之后，心中大喜过望，顿时就生了这么一个美人计、连环计的念头，准备把任鸿昌献给董卓，以此来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关系。这已经是后来《三国演义》中完整的美人计的雏形了。只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貂蝉和吕布的关系那可不是有意的勾引，貂蝉原本就是吕布的原配妻子。可是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貂蝉的形象进一步丰满了起来，她不再是一个被命运拨弄的一个软弱的女子了，她成了一个深明大义、有家国情怀的女中丈夫。她是因为知道司徒王允担忧国事，又觉得自己实在只是一介女流，似乎做不了任何事情，而长吁短叹，这才引发了著名的貂蝉拜月。在拜月的时候被王允撞见，王允知道原来美女貂蝉的心中还有这么一片家国情怀，这才慨然生了这么一出美人计。在这个美人计里，貂蝉变被动为主动，她是一个主动的要用自己的美色来离间董卓和吕布两父子，以此来报效国家的英雄形象。如此一来，貂蝉与吕布的所有就变成了有心谋害，他跟吕布之间就似乎没有一点爱情。可是尽管没有爱情，貂蝉与吕布的第一次相见，他仍然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准备一定要把这位温侯吕布纳入自己的群下，以此来实现司徒王允的大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出吕布与貂蝉。小子，你可知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哎，这是为玉英雄儿。是英雄吗？哈，吕布可算天下第一英雄啊！可算得万将无敌，天下第一。小姐既知不是英雄，你就敢学。
许配英雄哦。将军乃当世英雄，我无不落从，唯愿将军勿视我有白头之叹，可以？即蒙小姐见允，俺情愿对天一表，苍天呐！是汉朝时期高官帽子上的重要配饰，貂蝉由此得名。人物也是由三种人物形象合成而来的。貂蝉的命运并不完整，她在完成义曲后就被主流文人所抛弃，可最终的命运又将是死是活，是斩是放呢？我们将继续追寻貂蝉的下落。吕布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在白门楼上吕布被曹操斩杀了。可问题是貂蝉去了哪里？谁又知道貂蝉流落到何方呢？在历史上貂蝉是个空白，在民间的小说中貂蝉的命运居然也是一个空白。罗贯中详细地写了貂蝉是如何舍身取义去行使这个美人计的，可是他居然吝啬地不给这位美人最后一点笔墨，告诉大家貂蝉去了何方。也正因如此，后世的戏曲家一再地为貂蝉去谱写他后面的人生传奇。其实在以后的文艺作品中，对貂蝉的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分歧。第一种说法说貂蝉最终死于刀下，谁杀的他？居然是大英雄关羽。最初出现这种说法的是来自元杂剧，有一位无名氏曾经写过这样一部剧，剧名就叫做《关公月下斩貂蝉》。
现在这出戏的剧本我们已经看不见了，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剧名，但是这一个剧名就已经能够代表很多。这一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关羽居然举起了他的青龙偃月刀，一个美丽的月夜斩杀了这么一位绝世的美人。在现代的戏曲舞台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关于这样故事的一些剧目，比如说昆剧舞台上就有着一出斩雕，而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戏中也出现了关于斩杀貂蝉的种种表现，比如山东柳子戏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出关公斩貂蝉。为什么要斩杀貂蝉？难道他与貂蝉有仇有恨吗？当然不是。据说呀，貂蝉在吕布兵败之后被曹操擒获，曹操看见貂蝉如此美丽，本想收为己有，可这个时候曹操的身边恰恰有一位他笼络不了的大将，那就是汉寿亭侯关羽。曹操为了笼络关羽，故意的把貂蝉赠送给了关羽，想用这种方式把关羽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关羽不为美色所动，举起了大刀斩向貂蝉，来表现自己的决心。如此一想，关羽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而在我们此后的一些地方戏剧中，把关羽斩貂蝉的传说又做了各种的发挥，比如说川剧，川剧传统剧目中有一出盘貂，盘就是盘问的盘，这就是关羽去审问貂蝉。当时曹操把貂蝉赠送给关羽之后，关羽也要见一见貂蝉，审问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就与貂蝉有了那么一次戏剧性的相见。我们都知道，在戏台上，关羽这个形象一般是不睁眼的，一睁眼就要杀人。但是在盘貂这出戏中，关羽要睁三次眼睛。第一次，关羽乍见貂蝉，惊讶地睁开了眼睛，他居然发现这位貂蝉真的是传说中一样美丽，甚至比传说中更美丽。关羽被貂蝉的美貌所惊，第一次睁开了眼睛。而随着貂蝉慢慢的叙述如何与司徒王允定计，巧使连环，先是董卓，后是吕布，原来貂蝉的背后还有如此深的家国情怀。貂蝉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关羽，关羽第二次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是震惊、意外加上些许感动，他感动地睁开了眼睛。而随着后来貂蝉的叙述，关羽知道原来吕布也不过是这么一位小人，关羽第三次不屑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盘貂这一出戏没有直接点名貂蝉最终是被斩还是被放，可是按照戏曲舞台上的惯例，当关羽三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貂蝉不会有太好的结局了。后来川剧新编了一出貂蝉之死，也称关公与貂蝉，
把这个故事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编，仍然是曹操为了笼络关羽，把美女貂蝉赠送给了关羽，试图以此来瓦解关羽之心。关羽一开始不为美色所动，可是有一次发了水灾，关羽去赈灾的时候发现貂蝉居然也在赈济灾民，关羽这才发现原来貂蝉是一个深爱黎民精玄设计的美女形象，他对貂蝉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两个人不知不觉的真的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可是关羽与貂蝉的爱情却让刘备大为担忧，像很多传统故事一样，刘备站了出来，开始扮演起王母娘娘的角色了。他找到了貂蝉，与貂蝉一夜密谈，言下之意想告诉貂蝉，也许你的爱情将会弱化一位大英雄的壮志豪情。貂蝉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深明大义，他决定用自己的死还关羽一个英雄名节，于是表达了一番对关羽的至诚之爱之后很见自刎。在这出故事里，关羽虽不杀貂蝉，貂蝉却因关羽而死，其实也算是间接的关羽斩了貂蝉吧。我们如果一想到美丽的貂蝉死于关羽的刀下，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很难以接受呢？其实古人也像我们现在一样难以接受，所以在元杂剧中既有关公月下斩貂蝉，也有另一个剧目叫做关公月下放貂蝉，大概就是说关公把貂蝉给放走了。这出戏与斩貂蝉一样，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只留下了一个剧名，但是一斩一放似乎也让我们看见了文人对貂蝉的无限同情吧。有一种传说是说貂蝉最后被关羽放走了，自己回到了故乡，她也是心灰意冷，对整个世界爱情都充满了失望，于是落发为尼，在故乡中隐姓埋名度日，甚至于有些地方都还说有了一个貂蝉墓，成为了一个旅游点。但是既然貂蝉这个人物都有可能是凭空杜撰的，那么貂蝉墓可能也就有了更多的附会的成分吧。我们看到在戏剧的舞台上，貂蝉的命运有喜有忧，有悲剧性的结局，也有喜剧性的结局。也许我们要问，既然历史上也许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个深明大义的美女间谍貂蝉，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貂蝉的故事津津乐道呢？尤其是我们为什么会让貂蝉与不近美色的关羽产生了那么多的交集，不管是斩貂蝉也好，放貂蝉也好，为什么男主人公都成了关羽，那个正牌男主人公吕布到了何方？也许对于貂蝉的命运就寄托着我们文人和普通老百姓那种朴素的愿望吧。我们常说英雄美人，英雄美人，我们固然希望英雄的身边有一位美人，我们又何尝不希望美人的身边能有一位真正的英雄呢？在《三国演义》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情有义、有才有貌、敢于担当的貂蝉的形象，这可真不愧“美人”二字啊！不仅外貌美，连心灵都那么美，这才是我们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主要原因吧。但是这样的美人，她的命运却是如此的凄惨。也许一代一代的文人和老百姓都觉得，这样的美人身边居然没有一位真正的英雄能够与之相伴，实在是历史太吝啬，实在是史笔太吝啬，实在是不能够满足我们一般人的希望花好月圆的团圆心态，于是就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为这位美人增添上一位真正的英雄。纵观三国，谁是真英雄？那当然就是汉寿亭侯关羽了，于是我们才会把美人与英雄放在了一起。当关羽的故事与貂蝉一再发生交集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我们普通人的心态，董卓也好，吕布也好，都不是真正的英雄。虽然你们一个是一方霸主，一个是天下五魁，
可是在我们的心中，你们两个人品低劣，实在难称英雄二字，你们两个都配不上美女貂蝉。我们更加愿意美女有一位真正的英雄，能够相得益彩。在关于貂蝉的各种结局的故事中，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人们的朴素愿望，我们希望每一位美女都能得到她真正的幸福。